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下周注定不得善终的弹劾审判戏码将占据政治中心的舞台，这个一定是臭名昭著的民主党人的最后一搏。他们除了憎恨前总统外，无法长期关注于任何政治活动。五年来对特朗普的憎恨一直替代了他们的政策和政治，促使民主党在没有正当程序、没有证人或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弹劾投票。207名共和党人中只有10人支持弹劾。前总统被控煽动叛乱，他敦促和平、爱国地向国会交涉，不要使用暴力，当然亦不要用暴力推翻政府。正是因为这场巨大的、无理性的闹剧，参议院被要求将某人从他并不担任的职位上撤换，即使他没有怂恿人们去做一件没人打算做的事，即使是那些有预谋领导了对警卫不严的国会大厦发动袭击的职业流民。这件案最有趣的地方是，前总统看来解雇了希望赢得这场官司的律师，他们盘算好推翻对特朗普的指控，而不是继续提出选举中有不当行为导致特朗普出局。这个就是当代美国政治的真正主要问题。民主党和所有不是明确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无法接受任何对选举结果合法性的严肃质疑，这样对整个体制本身来讲是一个太大的弹劾。特朗普在选举之夜措手不及，他的法律挑战更是乱七八糟，而且做得太过。这些事实并不能够抹杀宾夕凡尼亚州在午夜一面倒的可疑选票，乔治亚州前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 Stacey Abrams 承认放松选民身份验证，以及大量系统性舞弊的宣誓书证据，这些都无法得到法律解决。州法院在几个州都不严谨，最高法院亦回避了这个问题，放弃了。承认这个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的可能影响，使到整个政治建制派和几乎所有的媒体联手反对调查选举的公正性。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选举后的调查得到彻底的进行和裁决的话，很可能会发现超过 4.5 万张选票，这些是特朗普赢得乔治亚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所需要的选票。即使拜登赢得了普选，获胜的候选人亦曾在之前6次选举中输了普选，包括2016年。新苗尔替尔顿 Samuel Tilden 在1876年的选举中可能因多州有舞弊行为而败选。由于 YouTube 近期开始删除本台的节目，部分节目被迫迁往 Patreon， 请各位观众继续支持香港大纪元新唐人，订阅 Patreon 收睇本节目。订阅的方式如下：进入 patreon.com/appletimeshk 或者扫描 QR 码进入网站，向下拉荧幕，点选这个按钮，出现更多的选项，选择你要支持的节目按赞，输入信用卡资料或者是 PayPal 账号，就可以顺利订阅了。订阅 Patreon 香港大纪元，每月$30美金就可以收看频道所有影片，包括石山、瑞秋、珍姐、Zack 和雪儿的节目。